2023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时，身后书架上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张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搀扶着母亲齐心的合影，母子二人的手紧紧交叠在一起，牵手这个简单的动作定格了时光的温暖印记。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梁家河插队，儿行千里之际，母亲齐心亲手给习近平缝制了这个针线包，并在上面绣上三个红字，娘的心。七年知青岁月，小小的针线包默默陪伴着习近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一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烽火中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奔赴延安的八路军女战士。我很自豪啊，自己能够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家庭有这个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总是讲说这孩子们不要放在温室里啊，是吧？大风大浪。七年的农村生活，习近平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因为这个官司不是以前两天就出炉的，95年习近平考了清华大学，第一阶段是经过了赵紫阳大臣，赵紫阳大臣给的，前后78年来给的，再没给你好说啥。我有证件包给你送给你作为一个纪念。习近平走上领导岗位后，母亲齐心时常给他写信，嘱咐他从严要求自己。因为工作繁忙，习近平很少与家人团聚。2001年春节，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因公没能回家过年，母亲齐心与他通了电话。你这么多工作，工作需要呢，那我妈妈听了还挺高兴。关键还不在你来不来，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孝心，对家，这就对家庭负责，也对你自己负责，这都一致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话中谈到，要尊老敬老，勿忘真情，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6年12月，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讲道：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广大家庭都要重身教、重言传，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2017年1月26日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真情流露，用三个不要牵动了10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隔断了真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的爱涵养家风，家风影响世风，每个家庭前进的脚步终将叠加成国家的进步，每个家庭创造的价值也定能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